年仅5岁双胞胎左左右右戴着红色帽子，身穿牛仔装，拖着行李箱要前往美国。要去美国看谁？左左右右因为模仿韩国女团的气功舞走红，就连国外制作团队都相中他们可爱形象，邀请他们参加艾伦秀。这也是继小胖林奕群之后第二组受邀艾伦迪珍妮节目的台湾艺人。左左右右哥还要献上天后阿妹的姐妹。才艺表演要征服美国观众，就连搭飞机也很有经验。看，我的包包里面有一个可以假装是枕头的哈，这个。虽然同样在加油的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拜拜。可爱模样萌翻不少人，这次姐妹俩上美国脱口秀，要为台湾争光。TVBS 新闻。父母。